炭烧金食。哇！哦，足香的。姐姐，你煮的面哦，是全世界我上想要吃的物件。我跟廖祖讲，我这世人无可能搁吃会到的。这面哦，我是煮好，就放入去保温罐内底，一路外来吃。谁知呀，面条泡伤久啊，就烂去啊。无安尼啦，后一遍吼，我现煮给你吃，千万莫吃。哎，不行啊，这正是原汁原味的姐姐面。姐姐面，啊，爸爸妈妈离开的时阵，咱还阁细汉啊。迄个时阵，你嘛无几岁。明明家己爱上课，佮伊伫照顾我，我下课时间比你佫较早，所以哦，你拢会先煮一点面，放伫冰箱内底，啊，等我转去厝了，我烧烫一下就会当食。迄个时阵面就佮即马共款啊，足香的，啊，毋过佫有淡薄仔软软的，所以哦，我拢叫伊姐姐面。原来你佫替这面好命。迄当阵我因为爱上课，佮爱照顾你，所以我干来当煮即款上方便的面。啊，你真乖，逐工食，你从来毋捌气嫌，毋捌发生。这毋是安尼，我知影，这你是因为惊我营养无够，所以哦，会甲冰箱内底所有物件拢放入去煮。也毋过我逐工拢足期待呢，想讲。唔知道今日的姐姐面会吃到什么惊喜？啊，唔管哦，这料安怎变，上重要是这汤头味，永远拢袂变。这就是姐姐专属的味道。这汤头的味，你可以记得哦。是讲我嘛差不多二十年无煮哦。为什么？这这好食。其实，在中午哦，我捌煮过一遍。要唔过，我一闻到迄汤头的味，我就因为伤过想你，我会叫迄暗哭到无法度睏。后来哦，我就唔敢煮啊。这对你来讲是姐姐面，要唔过对我来讲，伊是悄悄面。这好啊啦，紧食。我讲这哦，唔是要让你艰苦的。我今仔就多谢天公伯啊，将你送到等下我身躯边。这边吼，我会把你的手牵条条，袂阁让你胖去啊。无喏，应该是我袂阁有白乱走啊。这，咱分开这二十几年，我一定让你足欢乐的，对不？以后袂啊。做阿姐替家己的小妹烦恼，本来就是应该的啊！你放心嘛，只要我伫的，我绝对袂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我预知到阮爹地出代志的时阵，阮姐就倒伫边仔涂骹，魂眉不测。姐，你嘛会记得哦，只要有我这小妹伫的。你嘛，啥物拢唔免惊，嗯。